千呼万唤始出来。2018胡润百富榜终于出炉。10月10日，胡润研究院发布2018胡润百富榜名单。今年是胡润研究院自1999年以来连续第20次发布胡润百富榜。上榜门槛是连续6年保持20亿元资产。2018胡润国内潮汕富豪名单排名变化姓名财富亿元人民币。财富变化公司行业籍贯三杠一马化腾 2400% 到四腾讯互联网服务汕头潮南122姚振华 1005% 宝能投资。房地产汕头潮阳45110谢顶郑小明夫妇 455139% 中国生物医药汕头澄海52杠6马兴田家族 4101% 康美药业医药普宁下架山6516季海鹏家族 36524% 龙荒地产房地产汕头龙湖76杠6张俊陶美莹夫妇 3408% 福德金融房地产普宁燎原89 no 朱鼎建家族300 牛关蓝湖房地产潮州饶平99杠30朱梦一家族290到9和生创展房地产投资丰顺流黄13940黄楚龙22029星河房地产投资普宁流沙139杠20黄光裕家族220到8国美家电零售房地产汕头朝阳146:2周泽荣2158乔新房地产投资汕头朝南1546王来春20501立讯精密电脑连接线汕头澄海1546王来是20501立讯精密电脑连接线汕头澄海163-36黄茂如张静夫妇200-13%茂业房地产惠来周田224-45中生间155%的九人恒房地产汕尾陆丰23065流赤平15025腾讯互联网服务汕头潮南24319陈凯旋1408李白日化用品普宁流沙243-64苏苏玉家族140-18联美房地产投资汕头潮南25243黄壮年13513飞马国际仓储物流惠来周田263-89龚俊龙130-26恒宇房地产投资汕尾陆丰263-108赖海民130-32红荣源房地产普宁麒麟286-1645彭国远12471新里程教育房地产汕尾陆河30563张万镇11515三环电子元器件潮州香桥324-29刘少喜家族110-8宜华木业健康投资汕头澄海3247周正科1100大盛文化娱乐普宁梅堂354-115蔡东兴家族100-29奥飞动漫汕头澄海354136陈一丹120-25腾讯互联网服务汕头潮南354-38蔡荣军100-13欧飞光电子元件汕头潮南354205沈汉彪王妙玉夫妇12037好莱克家具街西棉湖35498涂辉龙12016海雅房地产汕尾陆河354101张张顺12018果瑞置业房地产汕头龙湖394-26郑建明95-5顺丰清洁能源太阳能造船房地产揭阳揭东483425陈湖湾8070晨光文具用品制造汕头朝阳483124黄项目8019玉湖投资揭阳揭东512-273马红黄小璇夫妇79-44搜玉特服装普宁下架山512-163周一峰79-25宏达兴业资源能源汕头潮南51542陈胡雄7870陈光文具
文具用品制造汕头朝阳15692张，米田家族 708%， 雅士林乳业潮州潮安603-202张，杆菌 69%-27%， 索菲亚衣柜家具汕头朝南673-66，黄宏盛林维平夫妇60%-10%，创维家用电器汕头朝阳711-192，王炳文家族58%-20%，刘东风股份印刷汕头朝阳711-224，科健生58%-28%，索菲亚衣柜家具汕头朝南728-121，蔡高校55%-18%，欧飞光电子元件汕头朝南72-67，黄光苗552%，中州房地产汕头豪江728-80%，王海鹏55%-15%，美银森包装产品福宁之富761-7%，黄建寻54%-2%，联泰基础建设房地产汕头豪江767-200%，陈燕生陈东雄夫妇53%-24%，互动娱乐车模汕头澄海773-211，郭英成家族52%-28%，家兆业房地产普宁大坝782-530，柳入鹏51%-62%，光启超材料揭阳揭西78-96，刘双广50%-7%，高新兴物联网汕头朝阳789-305，叶远西50%-40%，广田股份装修装饰汕尾路和902628，陈雪玲4561%，陈光文具文具用品制造汕头朝阳96350，镇中南430%，南阳电缆电线电缆汕头朝南996133，郑松兴415%，华南生房地产普宁梅腾10071134，林海川潘俊林夫妇405%，红川进出口贸易普宁弘扬1080-40，国防陈国红夫妇39%-3%，富安娜家宝汕尾路丰1132-245，陈浩于新夫妇36%-27%，雷百科技鼠标潮州饶平11496825，吴坤祥3552%，开立医疗临床医疗设备潮州潮安1233-167，姚建华朱崇俊夫妇34%-15%，恩情投资服装投资汕头朝阳1248-203，古少明33%-20%，宝英股份建筑装饰普宁传普1248-34，张以玲33%-6%，鄂尔多斯羊绒煤电冶金房地产汕头朝阳1269-107，曾少贵32%-14%，汉语药业医药普宁麒麟1298-157，李茂红刘宇华夫妇31%-18%，红亚数码装备制造汕头朝阳141282，黄正达290%，联泰基础建设房地产汕头豪江1412-250，徐伟明徐奇夫妇29%-22%，先立达电子汕头朝南1431400，朱木之2822，西南方房地产医药风顺刘皇1431-53，正创发家族28%-10，光华科技化工汕头金平1470-256，王泽龙27-23，百万号龙苗百利联泰白本汕头朝南1470-465，叶家豪家族27%-39%，机械股份装潢装饰汕尾路和1470-92，周文化27%-13%，华业房地产普宁下架山15101119，黄婉如260%，联泰基础建设房地产汕头豪江1510-110，李东升26%-13%， PCL 电子产品揭阳机器1510-16%，林秀浩26%-10%，黑牛食品豆奶粉麦片揭阳街东15104-72，杨翔波2630%，岁宝百货百货酒店汕尾路和1510，牛蒸牛水26，牛金龙与电线电缆汕头朝南1627-97，陈永瑞24%-14%，盛雪白游戏开发普宁战龙1627-49，曾烧墙24%-11%，汉语药业医药普宁麒麟16613，二幺黄俊
灰 2315%， 红灰蔬果销售汕头金瓶1661-473， 五台闲家足 23%-36%， 中业达电器产品销售及制造汕头朝阳1661-1321，朱庆松2315%，珠光房地产丰顺刘黄1737-159，陈朝田王木红夫妇21%-22%，东方道业有色金属汕头城海1775207，陈清鹏200%，齐新文具汕头朝阳1775207，正大宝200%，华南城房地产普宁梅堂1775207，梁满莲200%，华南城房地产普宁占弄1775-464，林伟华钟琼启夫妇20%-39%，信力国际平板显示汕尾城区1775-1021，赵志亚20%-64%，光启超材料揭阳揭西1775-281，科树全家族20%-31%，泰安唐医药潮州潮安1775207，林正刚2%，华健康健康汕头城海，马来西亚房产深圳推介会永久产权165万买别墅，市场租金高达6%-8%，买房还有会抽奔驰大奖，意向投资海外房产的朋友赶快来报名参加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别忘了按赞哦。